行了，哎呦不行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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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死这儿了，我要死这儿了，不不不不不，哎呦我去的，啊，我真是服了呀，我呀，我下不去了吧？火山火海火焰高，练的把钢铁烧，忧愁烦恼都敢跑。火焰解说来到了，我们现在玩的叫我的世界，叫窒息地牢篇啊！我准备下矿了啊！我从这儿下去，然后我走吧，从这儿下去啊，然后放个火把，我还得往下下去啊！我怎么刨啊呢？我跟着水刨能行吗？这怎么这样呢？哎呦，这是个地洞哎！哎呀，我第一次下矿啊，好害怕呀！哎，有铁，挖吧，出铁。哎呀，好多呀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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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我的妈，去哪儿去了？我看看啊，六个出铁，我再跑点啊。我这镐子掉耐久掉太厉害了，还有吗？没有了是吧？应该没了吧？我再往里走看看啊，这怎么这么吓人的这儿？甜浆果有没有钻石啊？我现在要做转换桌，做那个贤者之石。带回家去当摆设，没那个闲工夫。现在你们帮我盯点耐久啊，这个镐子耐久有点不行，不过他用高炉可以烧完修他那个耐久啊。我怕我找不回来家，我看一下啊，我弄了12个杜鹃花，这个带回去也可以啊。这还有铁呢，小心点有没有怪啊，挖了不少铁呀、啊。那边有铁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这样啊，放在右边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左边是火把，就是回家的路。这镐子啊，我去，是真不经用啊，铁好多呀。哎呦我的妈，这样我能找着钻石吗？小伙伴，这路怎么这么多呀？铁只能看到大量的铁，我去，镐子坏了，这镐子不能用了，咱回去啊。那先，哎呀，我看看啊，你是怎么跑这儿去了？你可以搁这儿不？不可以啊，没钱了，发现一颗钻石就好了。哎呀，我这来回挺费劲呐、啊。左边有火把就回家，看到没？我这放的都不对，应该这么放。火把哪去了？这边是吧？这也是应该这么放，下回你就知道了。OK， 我得顺着这水上去呗。我去，这个费劲呐、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让我走，让我走，让我走，从这儿，然后再从这儿。那我直接顺它下去多好啊！等会儿，等会儿啊。OK， 我能不能把这刨掉啊？我把这封上啊，是吧？直通比较好一点。OK， 水给它断了先啊。我有多少？我有挺多，我先用这个刨吧。你先下来吧，然后往下刨，是不是？垂直来回走多好啊！咱们挖到那个基岩那最好啊。这儿看到没？这么上下走多好啊！这怎么又是水呀、啊？哪来的水呀、啊？这儿好了吗？哎，我要窒息了！别，我别死这儿啊！我去的！快点快点快点快，我缺氧了。哎呀我去，别行了，哎呦不行，完了，我要死这儿了，我要死这儿了，不，哎呦我去的，啊，我真是服了呀，我呀，我下不去了吧，我下不去了，我下去就摔死。完了，这把完了，我把水给断开了。哎呦我去的，我的老天爷，完了吗？完蛋了，这是脚手架，哪有脚手架啊？我的脚手架都做完了，都搁那儿呢。我拿个船吧，船应该没事吧？船有摔伤没？下来呀！哎呦，我你是有点毛病，你真是。这个要不行的话就废了，我装备都捡不回来了，我攒的咸鱼剑也没了，行吗？下去，哎。小伙伴是船没伤害，可是船下不去呢，现在下来呀，我这刨得刨到啥时候啊？哎我去，哎呀咋办呢咋办呢。小伙伴说粘液块，我家里好像有啊，待会儿东西给我整没了。这个啊，够做一个吗？也不够做呀。你这我这找倒霉呢吗？这不是啊，这怎么办呢？瞬间上船太费劲了，需要9个，完了吗？这不，我咋走啊？给你个桶吧，我不要，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。藤蔓行不行？哎，看看行不行啊？我停下来了，掉啊！我到装备没了，你快点儿！藤蔓再抠下来点。哎呀，这样不好使，我这么下去不能摔死吧？是这儿不？
别给我刷没了。当时为啥往头顶放？我以为就头顶有水呢，我草率了我。我这装备可千万别没呀，我几天的辛劳啊。好了是吧？哎呀呀，喂，别给我整死了！哎呦我的妈，我稿子呢？都在是吧？哎呀我，让我上去啊！脚手架在是吧？这破船我真是服了我，脚手架，好使吗这样？这水还是在呀、啊。哎我这样就行是吧？哦这样就好了。哎我真是服了，差点装备没了。哎呀我的妈呀，我去的，我真是九死一生，挖个矿都这样，我这个命啊，啥意思啊？往下挖，往下挖啊，能挖多少挖多少，脚手架一搭上，这怎么这样的地方呢？我现在怎么办？我现在我拿这个石头啊，这样呗。哎不是，有点缺氧了，等会儿啊，石头够不够？刚才不挖挺多石头吗？好，这样，哎我放啊放，石头没够。挖多少啊这是啊，哎我得挖点石头吧，把那填一下啊。我要弄一个通到那个哪儿的基岩下边的，换个地方，我不要换地方。这是哪儿啊？反正这有个地方啊，够不？六个差不多，下去吧。这玩意儿下不去啊，这胖这样啊，把它给填死，填呢填呢，然后往下挖呗，下边就没有水了。哎呀我的妈，哎呀我挖挖挖挖到基岩，我就差不多能找着红石钻石。有完没完呢？哎我听到岩浆的声了，怎么有岩浆的声？哪儿呢？放啊放啊放啊，我这是一步一个坎儿啊，你干啥啊？哎呀我去，刨吧刨吧，真是无语。哎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走两步就那个卡，走两步就哎呀哎呀，别，我去，没事吗？我别死了。我去，别，有病啊！我现在怎么办？我现在得跑。这边是岩浆是不是啊？哎呀！哎，完了！哎，完了，我全没了东西。岩浆怎么漫过来了？完了，我的烤鱼剑都没了。好嘛，一点没剩，全给烧了。漂亮，不这样能显得我是个倒霉水鬼吗？纯纯大冤种。不是，我前面挖了个坑，我又给堵上了，是不是啊？哦吼，啥都没了。我傻了，我整个人傻了。当当当当，毛都没剩，我去的。好嘛，漂亮。我发现我不是方舟第一冤种啊，我的世界我也是第一冤种啊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完了啥也没了，完了我那个剑也没了，我现在下都下不去了啊！我那个黑水镐我还没捂热乎呢，竟然扔岩浆里烧没了。哎呀我的妈呀，镐子也没了，我现在啥都没了。哎呀我的妈，这我咋整啊？小伙伴们真是开坑的时候啥样就是啥样，现在汪汪汪还没烧没，你说那镐子还在啊？我的那个鱼竿剑是没了。哎我去的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没烧没，小伙伴们他又燃起了我的，你有火药吗？别跟我说话。哎呦我去的，我下去都不行啊，我瞅一眼什么东西啊。左边还有个藤蔓，你顺着藤蔓下去吧。哦行，哦行，这个要填坑吗？凭啥填坑啊？我能下到这儿，可是我就下不去了，像个镐子，小伙伴们，我把这敲碎了，水下去是不是就把岩浆给堵死了？
哎呀，我的妈！我下去看看啊，能找回来那稿子，我也有点信心。我先给你个桶，不要你，你看我像个冤种似的，我是打不死的小强。东西给我呀！啊，稿子你还在？哎，我要憋死了，我要憋死了！别！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！稿在，哇，这个防火呀，这个。可以，行，我带着这个稿子，我在东山再起。我下回回来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我现在回不去呀。回不去，我这稿子我就修不好。修不好，我下来干嘛？你怎么上去啊？好问题。我还得死，要不然。我计划一下啊，把稿子扔地上，然后我死，我上去，我再拿点什么东西过来下来。稿子扔了，只能这样了，纯纯大冤种，我的烤鱼剑都没了。啊哈哈哈哈！我去的，幸好我是个穷鬼啊，就一个烤鱼剑，不是那个鱼竿剑跟这个。还嫌这个稿子幸亏没烧没，要不我彻底对生活失去了信心。哎呦我去。